今日第十二档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伫咧十月初八闹热台展开，除了各种茶叶主题展馆，也阁有众人期待的青人茶会、野餐等等的活动，并且同时也阁办理巧克力咖啡节。八天的茶叶博览会比起往年是更加精彩。馆长林明进欢迎全国的乡亲来到南投任何地，把这茶过程以舞台的方式趣味来展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今年疫情停办，今年再度盛大办理。这届展期为10月8号到16号，每一天拢有无同的活动，会当体验活动的内容，会当讲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10月8号到16号，我们南投县的世界茶叶博览会啊，总共啊有300多个这个茶区啊，来要给各位来购买这个好茶，同时有30个产主管啊。能够提供大家来做休闲活动，所以啊，今年的我们的世界茶叶博览会啊，整个场地的布置，还有场馆的布置啊，还有我们摊位的销售的好茶啊，都有相当准备，相当的完善。欢迎各位啊这个双十国庆啊，来南投县来参观我们的世界茶叶博览会。我想啊，现在喝茶是一个全民运动啊。那不管是一般我们的欢呼走族，或者说我们一般比较喝的那个功夫茶我想都是大家所喜好的我们这次也推出了这个有机茶那我们在闭幕当天呢，我们有一个1000人的一个有机风茶的活动那也欢迎所有的消费者一起来响应这样一个好的活动今年以湖里好茶为主题，除了有三个无同主题的店铺，更是办理千人茶会、古早茶茶、千人擂茶、野餐活动等等，让民众会当来到南投享受茶文化的水。活动内容非常多10月8号就有一个唐代的茶室今天的主题是湖里好茶，这配我们今年虎年10月9号就是我们的特色就是千人茶会。10月10号就是千人擂茶，通常大型的活动是在假日，还有10月15号呢，就是千人野餐去10月16号闭幕还有千人烘茶的活动。管府强调，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已经建立茶农甲消费者真好的互动平台，所有茶农拢是经过管府审查，茶米嘛有有机认证。欢迎民众伫10月8号到16号做伙来到南投任何茶。记者李伟廷采访报道。